我决定这剑魔多兰顿出门。妖着打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苏宁啊！不是王八吗？王八不能这么玩。王八不能这么玩，王八得对面的阵容还行的时候再玩。哎呦我操，躲我三段 Q。 我为什么是猴的天赋啊？A 一走，给我整个饼干出来了。这武器大师对线还可以啊，挺厉害呀。我扎，我今天必须得扎你一下子。我那个兵可以不补，但是你我必须得扎得到。拜拜。兵我都不补，我就扎你，把他E给他逼出来，来，闪现有没有？没有就算了，没有闪你还上啥呀？我的闪啥时候用了？上边杀他的时候给用了。只有被诅咒的躯体正在歌唱。等会儿啊。杀。吃饼干。算了，不行，不好杀。那 W 没中，这波给你们表演个有意思的，先一段口让他往上跳来。哎，这人不往上跳哎，不好杀呀。哎，这小兵恐惧的有点歪呀、啊！
杀。斯塔皮拜拜。来个皮孩吧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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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这样吧，然后来个皮孩。小心点，武器大师是不是去左边了？还装上了你兄弟，我今天不一过来扎你一刀啊，怎么这么装呢？腰着四级，腰着刷野有点慢呢。你给我死！这腰着什么意思呢？你我看也是不想好了，我这一看呢。干哈呢？这一刀三段扣，自己送。目光之眼已被戳瞎，挖骨。这目光之眼打野，那是随便谁都能用的吗？小伙子，打不死应该，哎，打得死。Nice 170。我估计这腰子可能升六了，这波慢慢耗血，链儿，哎。这个目光之眼可能要来啊，小心点。
你看我这啥来着，先把这腰子给他杀了，双杀。你看如果啊你要想说是腰子打野的话，你要想应对他，那么你呢就不能说是去别的路。你跟一个强势的上路来压制一手这武器大师不就能行了吗？你得形成一个二打二，你不能老一打二呢，肯定是不行的。插个眼儿的，我这可以继续呀、啊。我一个坑让你损失一个兵，你怎么办？把刀给我收回去，插回去，别老拔刀啊。这挺能跳啊，我要的只是安静。把塔先拔了吧，把上路二塔拔了，走回家了。那武器大师呢？呀，没电路，别急啊。先走不急。哎呀，闪没闪出来，这目光之眼可挺烦人呐，给我来了个一闪。哎呦，要不然这波武器我把他杀了，俺们就双杀，差点意思啊。先来个黑切吧，这把得要水银海呀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好像我们无敌不行啊，这队友完了呀。你来，
怎么死的呀？啊？哎，你怎么会死了呢？回家出装备，把捡息地给它堆满，先来个40捡息地。这波是怎么回事？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别怕。腰这怎么回事啊？三打三怎么也不怕呀？家伙，行啊！来来来来，给我追着腰了，往哪走？我是无敌的，兄弟！把它拿着，然后我们上高地。三段 Q 全空，那怎么能叫空呢？那叫打到内圈了，这很正常的。那建模 Q 不到外圈非常正常。那建模这个 Q 啊，在你没有意义的时候是很好躲的。放一刀，让他们以为我们走了，在这等着啊！尤其是等着女枪，只要女枪敢出来，我就把他杀了。他这个装备属于穿甲装备，只要他秒不掉我，他的持续虚区等于零。死了。回家，我们死亡之舞。跪下！你们这些凡人，让我剃干净你的脊梁。我跑得好快啊！中路来一波。拆中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拆中。
这干什么来了？这是啊啊！不要命啊！这人呢？走，找女仙儿呢。走入武器，来来来来来，不走。兄弟，我尽力了，我实在是追不上他，这武器大师有点太灵活了，你知道吗？老干什么呢？扫一下，找到辛德拉。我们这挨个杀呀！我这一看，呀，我们家还有积木呢，积木和塞纳。哎呦，单杀！他们家辅助是啥呀？拉克斯，拉克斯本来其实是挺顺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上路呢通关了，也导致他们的心态爆炸了。谁的传送？踩塔别怕，可以杀 ，nice。链路拉克斯，哎，扣一耳链，扎一刀，超级兵上去，